应该是这里了。哇，有红包耶！发发发发发发发是吧？哎，我们集中起来。没有，集中起来，我们开店嘛，开店嘛。发发大财了。走了。没有，就是很简单啊，八五四十，四十。对啊，四十的五倍是什么？四十的一百，四十的四千四，四千四，四千四百四十。四千四百四，四千四百四。等下我数，啊不错，走继续，继续。好 ，I love you，I love you。哎，爱你啊 ，I love you。I love you。好啊，大家上二楼。好好 ，I love you。I love you。系啊，好多人。咩天气啊？好热。哎，我哋开会先。拜拜，嚟吧。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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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明天开业，今天晚上会煮西菜一汤，肉饼，梅菜菜心，梅菜菜心，杀人炒蛋，哎，只要加个海鱼，这个就没有说是客人来要不要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套餐来的，进来就是点那个套餐，对啊，没有的挑了的。如果是这样子的套餐，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也不能太贵。那四送一汤，我们能卖多少钱？四八九九九。会不会太贵？所以那就卖588。就这样讲，我们每人一个红包，888，就。会不会太贵？哈？嗯，那个888是两个人分的套餐，是吧？两个人？不是，不管他是几人份，反正四菜一汤都是两人吃，也是吃那么多。十个人就是。二十人多，二十人吃一桌也是888，米饭用。我们真的是良心黑店。那个东西买多少钱？哇，那个鱼好像是大概50块左右。哇，你钱来吧，你钱来到了，845，100多。好，别这样。就好吃一定好吃了，好吃一定好吃。这个蛤就是能卖那个钱吗？能开餐厅吗？就好像在家里面吃家常便饭一样，几百块会有点天方夜谭吗？干嘛呢？咁你收人388？我真系唔知点。点开口？食诚意搭救，心虚啊！心虚啊！真的心虚哦！现在整天收人家388，四个人进来1600，这样好不好意思啊？这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哦。那我们的目标就定低一点，188一个人，四个人都800了。188一个人，188四个人800。赚的钱也不少了，也不少。然后有歌厅应该可以，你做完饭以后就出来唱歌，跳舞，
穿着那个围裙出来跳舞。哎，别哭，好辛苦。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苦瓜排骨汤，然后一个肉饼、虾仁炒蛋、蚝油菜心，然后白米饭，随便吃。应该是多少钱呢？正常来说，合起来都不够200块。每人人均？不是，整桌。所以我就说，我自己都心虚了。今天拿出来的时候，亲爱姐，我们哇，还想收人家588，要撒金粉天下，撒金粉才行。对。为什么选这个地方？那么多树叶啊，还好就是今天没有打风哦，如果打风的话就惨了，所有的树叶都掉下来。啊，虽然看出来很好看，但是清洁也挺麻烦。哎，怎么搞啊？卫生部长，什么？搞定没？哇！但是我的习惯又出来了，就是我最怕不整齐，每张桌、每张椅子都是同一样。我的厨房需要你。好好，来来来，好多东西要洗啊。我知道。一样的，你干嘛？我想要试装这椅子都是同一样的。同一样。什么同一样都不一样啊？所有的纹理都不同了。有柴不要，坐着柴不好啊。有一样了，等你啊，快点喽。来，有了，一样的。我排这个凳都是同一个方向，纹理都是同一样的，坐上面的台也是同一个方向。向着那个门口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客人进来我们店，如果他看不见是什么的话，那个感受不好。所有都是同一个方向，你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整齐的感觉，要整齐，看出来就舒服。我先拿啲洗衣精洗一下，又有春饼了。啊，浸一浸嘅啫嘛，嗰浸好湿噶。洗到懵口懵面啊，洗到人黐线嘅。我也说过。这志玲是社交女。慢啊，志玲 ，coming。哎，龚先生你好，你好，坐一下，坐一下。车走啦，冇所谓噶。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龚先生，也是开茶餐厅的。哦。我们的陈小春大哥。哎呀呀呀呀呀！请坐，请坐，坐。你真的是我们第一个客人啊！对啊，第一个客人。Hi, my name is Sabrina. Nice to meet you. I'm Jerry. Sabrina. Jerry. Yeah. This is Mr. Kong. Mr. Kong. Mr. Kong. This is Martin. Nice to meet you. Martin. And this is Sabrina. Hi. Welcome. Hello. Hi, Chilan. Hello. Hello. There you are, James. Andy. Hello. 他是茶餐厅的老板。Let's take a seat.
Yes, take a look, maybe. And this is Martin, and this is Serena. Actually, we're just going to rest here, drink a little, 5 minutes. We're going to eat in the inner city, okay?所以普通话也不太好，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样聊下去。喂 ，Hello， 你好，你好，对啊，我们这还他，但那个谁啊，那个志玲就很会了。Hello， 我是志玲。James，Andy，Hello，Hello，Hello， 很会这种的寒暄，寒暄这个行为，我就真的。没办法啊。I knew that this is an old building, maybe 100 years ago. Yes. Yeah. Yeah, I think so. Full of story, but now we are renovated to a Hong Kong style old fashioned restaurant. Yeah. Like 大排档，大排档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你说是社恐也可以，也可以说社恐，但是有这个不知道怎么办。Some instrument. You like dancing? Yeah, cool. Yes.喂，我真不会怎么样，就怎么样继续在一起嘻哈一的。那是恐惧跟他们的打交道吗？没啊。我不是林伟噶，有点啊。Sorry， 即系仲可能即系交流嗰啲嘛。OK。哎呀。没办法，你不能就一直在躲在厨房，一直躲在厕所，一定要面对。但这个面对也许就不成熟，但那个不成熟面对也是一个挺好玩、挺过瘾的。容易的话还一个不听的话，大哥。好了吗？啊，哎，我拿杯给你。